大家好，我是永蹦。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真本龙王国星辰饼干惊喜登录奖励活动。活动时间是从我们的3月25跟3月26每天的早上11点会发送相关的奖励，所以玩家们请务必这几天就还是一样加减登录游戏好吗？就即便现在可能是长草期，那下一次的改版日也是3月30嘛，就差不多还有5到6天左右。那我知道有些玩家可能就真的会慢慢的忘记登，然后可能你的喷泉也是满体的状态，但还是麻烦一下，务必这段期间还是稍微登一下游戏，解一下银河的那个探险相关的任务之类的，然后体力不要爆体好吗？再三强调，我自己的话，即便长草期，我还是一样该做的事情一样都会做 ，OK？ 好，那就这边好好备注一下。活动期间的话是每天早上的11点会发送相关的登录奖励，那所有的登录奖励都是必须要在发送后的3日内领取，那就请这2天的相关奖励有的话就直接抽下去吧，就祝各位玩家可以好好的把星辰饼干抽一下，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目前史诗饼干天数真的算比较少的啦。然后再来比较意外的是礼包也没有重置啊，看来低设似乎真的好像知道多数玩家们在不开心的好吗？好啦，那相关的小小水片就到这边，请各位玩家务必登录游戏啊！那我是翁翁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